山吴守正，你看青山都矗立在那里，有没有人跟他相争？没有，吴守正。那诗呢？心田用心耕，福田用心耕。哦，其实我们自己这一块的福田，自己要用心，就好像说我们的人生，你的家庭，你如何去经营，是不是要用心去耕耘，对不对？所以福田用心耕，我们的福田很大，我们自己这一块的福田非常的大哈，可以为人服务啊，为家人服务啊，哦，这个叫敬师，青山吴守正，福田用心耕。这样今天有没有学到一句？好，来念一遍，来，青山。青山吴守正，福田用心耕。哦，自己的这一块福田，自己的人生都是要靠自己来经营，耕耘哈。那这个茶，讲到这个茶，我们说今天要喝茶，一定要光读讲到茶。其实茶在中国，它是叫国饮。那中华民族也是最早最懂得喝茶的国家哦。我们中华民族哦，所以我每次讲到这里，我就深以为荣哦。啊，那最早的茶树种在哪里？你知道吗？有的人说在印度，有的人说在日本。哎，你们认为最早的一棵茶树种在哪里？福建。好，还有，最早的茶树就种在中国云南省附近。所以我们说我们中国是最早懂得喝茶的国家，哦，那据说神农氏有没有听过？有。三皇五帝其中的一个神农氏，哦，他因为苦人民之苦，哦，所以他想去采集植物要来做药，因为每一个人其实上面说我们有八苦，对不对？八苦什么最苦？病苦，生病最苦。请问你有没有生病过？请问你有没有生病过？对不对？生病最苦，所以老师才要叫我们经络拳啊，每天都要刮刮。你看我这个东西都是一团啊，对不对？所以说病苦它是最苦的哦。那神农氏所以就要去采集植物来做药草。那他日遇期，神农氏尝百草，因为植物啊，它每一颗都去采，都去尝。那一天遇到72毒。结果他怎么样？有没有死掉？有时候都会问同学，那个国小的同学，他死掉了。啊，有的说他没有死。好，那他就因为他觉得头昏目眩，所以就赶快坐下来。啊，坐下来，因为他每天都有准备锅子，准备锅子在又开始要开始来煮水。那因为那时候是在他采集标本都在森林里面嘛，所以正好一棵树下面飘下来了两三片的叶子，就到他的那个锅中里面。这是传说中，他传说有很多了啊，就讲一个，在锅子里面，然后就开始煮。啊，煮，他看他锅子里面，哎，好像有一点微黄色，他好像有一点淡淡的清香。啊，煮好之后，就把它喝了下去。喝了下去，好像过了半小时之后，哎，好像头比较没有那么晕了啊。剩下飘下来那些树叶就带回去研究，哇，原来那个就是什么茶，哦，你看这是茶哦。